哎呦，你吓我一跳啊！这不就是只小猫吗？这是我们墨画的爱猫小虎。快把它赶走！我最讨厌猫了！快把它赶走！去吧，去，找你墨画姐姐去。一只猫有啥可怕的？我龙的水的女人胆子不该这么小吧？不过。 我倒蛮喜欢你这娇滴滴的样子。大帅，我不是怕猫，我是因为我那猫毛，我就。阿姐，小姐，你碰我的小虎，求求你把猫给我吧。再不送走，老爷会生气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走开！小姐，什么？爹。 哭成这样，是你爹我死了，哎，怎么还抱着呢？还不处理了？我干谁敢动他？墨画，为了一只畜生，你至于吗？爹给你买只金老虎，就搁在这儿，比他强多了。放屁！我才不要什么金老虎呢，我就要我的小虎。放肆！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平时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，没大没小的。 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就为了一个臭女人，原来三姨娘、四姨娘、九姨娘对我有一点不敬的时候，你都会跟他们翻脸的。这易小姐可好，还没过门呢，就要骑到我的头上来了。这蓉蓉啊，哪是会欺负人的人呢？你看她那个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她呀就快到我们家了。我们得让着她点儿啊，好不好？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，把你迷成这样，还柔柔弱弱呢？ 过不了两天，他就要踩到我的头上作威作福了。不可能，在你三姨娘、四姨娘、小姨娘身上没发生的事情，在他身上也不可能发生啊！娶个文化人不容易，哎，我在他身上花的钱，比你三姨娘、四姨娘、小姨娘加起来还要多呢。我要娶回来，在我身边总是流鼻涕、打喷嚏，我可不亏大了。听话，把小虎给我送走啊！不可能。 那你哪天要是看不到你的小虎，可别怪我。爹，爹，你怎么能这样？